喷到那个窗户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缺零用钱，有点像钱少，太惨。你这可爱的樱桃小姐说的这样的话，就像那一首。你娇情面容都乱在心头。哦，这时候他这边卖口罩，拉起他的手。赵经理，我找你好久，你怎么在会计部？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我陈实，把桌上东西收一收。这个。好。好。陈实，什么迷？你是一个？超是没有。超远跑过来。Hello， 你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因为超红的。他很红，但不是我们那个年代流行歌。那是因为听了爸爸妈妈唱，所以你会唱。不是听爸爸妈妈唱。那是好像是因为你比较有 sense， 所以你会唱。他居然越来越会讲话，越来越强。哇，被你的教化哎！我的那个泪，我的泪差点就是直角像酒。谢谢老师。喷到那个窗户，你知道吗？整场都在学讲话哎！谢谢老师，老师知道吗？还有吗？一人为师，终身为父。Daddy， 我缺零用钱。注意了，抠图了。一个女的。老板，翻一下。哎，好像哦。像吗？有一点点，月哥还好。我跟你讲，是有点像陈思，变瘦的陈思。变瘦就是海阔。变瘦，变瘦变海阔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把那个肌肉弄得一块一块的，对，就是陈实。他没有肌肉，然后变胖的陈实，这好奇怪。变胖的陈实，双下巴的陈实，麦克照，麦克照，有双下巴就是变麦克照，进化论就对。对对对，啊，然后你看哦，慢，不要让你我还上班，快滚。这个是 Ellie， 然后这个是玉芬，然后这个是我。不是啊，你要抖雷米啊。不要这么扁，可以，这么扁，这么扁，你要拉长的哦，这样才是 Ellie， 就是 Ellie， 我看长，我是正常版，你现在就这样，啊好，我就这样，它的原型是这样的 ，OK， 它的原型就是陈实。